唔对呢，看这个班色，爸应该是来算账的。我们这是私人 party， 那是无收到邀请，就请恁回去。无保全来，就是唔歹看。我够容易替我查过呀！你用金山银行的名义叫我做联名卡叶配，只是一个借口。你的目的都为小妹替吴依依，这就好开红误会，我跟你有暧昧，来当真两口。林正亮，你是不是误会啥？我听到你财务困难解决的时阵，我还搁咧替你欢喜讲。借口，借口！你，笨手。这时代不是大款啊，不能是先惊骗去啊！我若要倒好看，去警察局会倒。哎呀你，你俩做阮子涛的背后是无大人呀？又在你骗，又在你个欺负我！一个好好的查某囡仔，让你母个差一点话袂落去嘞！你这诈骗集团啊，你欠阮子涛的，阮全部连本带利哦，拢给你拖倒转来啊！你，我死了！怕回去，怕回去，怕死你了！怕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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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怕有私人混乱要处理，你向南行去扫龙台尾，做你拿来，阿公警察，妈，你来跟他拍我，我拍够啊，你安尼无公平。我先去催费，是怕你不是快，等下我再找你算账。阿伯，你想要嫁囝嘛爱看场合，这是我的生日会呢，你把我的人给拢赶走，佮把张明武佮这尼歹看，马上是下你的面子呢。而且我阿公阿嬷，还佮我爸爸妈妈，佮伫遮替我庆祝生日呢。都是因为恁家的时大拢伫个家，我才想要请教一下，因到底是安怎嫁囝的啊？是毋是出去食饭的时阵，看到别人桌顶的物件较好食，当硬去配啊？我唔知你讲啥，阮家无这种家教。哈哈，啊，所以就是恁，恁生性就是个性下贱。别人的查甫拢是宝啦，啊，无法度抢过来，都用拐的，用骗的，你不得手段，莫甲人母狗笑就对啊！你，吴小姐，是大哥卡怕哦，安怎？是谁无家教啊？恁早来我的生日会乱，我无甲恁赶出去，应对恁就好呀。在你挂人进前，有一件代志我还不好清楚。六块，你先回答我。你替我送完了去甲工厂迄工，敢是一个人去进门做？我跟你分手啊！你把爸妈带来这乱，都已经真超过了。你即马搁搞这问，我无需要回答你任何问题。你安尼讲，就表示你对迄天的代志感觉心虚。那安尼我就会当合理怀疑，你是半路甲吴莹莹做伙去浸温泉的，唔是你讲的一个人。你最好是好好回答，
毕竟时代拢伫咧遮，而且迄当阵咱也未分手。你看，你就是安尼啦，这么爱怀疑，搞到不甲真乱，所以咱的感情才消磨掉的啦。好啊，我今仔要听死，也毋是，我无要做你分手有赖借口。子韬，免甲伊讲遮尔济啊，伊就是无带着铁棒，毋知影疼。这就是迄天伫个温泉饭店门口拍到的相片。车不改的时阵，拢看好清楚。你真正是查气改白，子孙都查出来啊！这就只是我跟因坐同一架车的相片而已，敢有法度证明啥？你袂当安尼就误了，我跟因是去泡汤的。我唔过会当证明，你自头到尾拢伫咧讲白贼。嘛证明迄个时阵，你已经上脚踏上船。唔是安尼，我甲开放的坐公车，是因为工课关系啊。伊无讲，就是惊讲你会熬猜疑，惊讲若是讲着我，你就会闹袂煞。这才是凯宏真正对你倒转的原因啦！那是谁？你伤心的妹妹，有什么好看？要去折磨你家己啊！我不爱，我要看，我要看好清楚，我唔将我当彻底死心。这是我替我阿妈跟我爸拍的，因为着我，甲烧了几啊台的地，卖掉都为着要替我行孝。这只白骨精，你敢欺负我的查某囝？我无甲你等个见识去哦！我送你红纱啦！干到死！你敢欺负我子弹？所以你要替我查某囝出公道！你有搞啊？你有搞，我无搞啦！公家私端，就是你叫伊变小听啦，才害我查某囝这样凄惨。你现在真的把他打上来就对了。你林家人要注意，若是碰到我爸跟我阿嬤，我绝对让你背出去啦。你算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在恁爸爸的面头前哦，要赶紧坦白啦。啊，迄天，子彤看到六开红，
不开车才有闲闲去溪边。啊，是安怎你这个气象大主播会替伊安排？讲，爸，你莫相信言话啦，我真正是拄啊好拄着狗的。你若讲白菜，我就连你做伙狗，死狗，你就去让我来化反省啊！我就是看到有伊，硬要甲狗狗狗滴，搁要去打野战啊！我就是看袂落去，咪才会对你去。我真正甲这件代志无关系啦。三八子，你给我点去！爸，你爱相信我啦。过去我就想过相信你。你今日走进个这尔，含这么久袂回来，结果，恁哥这么甲你共款犯，共款创哦。我甲哥这无共款的，我无双脚打双船，我无够陈世美哦。我真正无才着管你啊。我敢袂当先离开啊？干婚的啦！我不讲你当叮当，你上好卖叮当。